我是小 K， 我现在在等吉米下班。不是下班下课，他今天上了一整天的，但是他正常来说，他回来会直接去跟他的电脑相处，所以我要在他使用电脑的过程中干扰他，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所以我现在要先去把我的摄像头安装起来，开始。怎么？受伤嘞。刘龙伞先过来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那，你不要骂他嘛，不是啊，你以为哦？不好说，决斗吗？心死，中宵，中宵。中宵，我喊了，我来了。中宵，我喊了。午餐。哦。哦。哎，那边我一定要消他的血啊！我也觉得你要消。我怎么消他血？他现在飞过来跟疯子一样。这样遮住你看得到。他写其实是，你看他闪，为什么我不能闪现？我还是要闪现，你闪现，我不要，吃龙，真是啊！哎，我好，我怎么，我怎么掉了？好好好，游戏游戏，在我前面摇哎。那是雷文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不玩了啦！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哦哟，你那里？我按闪现，按不出来。对啦。好烦。哦。我没有玩过这么烂的，不知道是谁一直在干扰我。哦，知道。我一定出这个吧。好，这是最好的出法。你这其实没有啊，只是在干扰我而已。我一直在等这个。我这样好看吗？你这样会被，你这样也像女体。干什么？你的大局是怎么样？你不能戴饰品，我发现你戴饰品真的，就是会变叫女生了。你管我吗？他为什么要传出那里 ？Q 乱，没我呢，第二点我又传不出来。迷路，刘亮出现了，刘亮大魔王，像他血量，我也觉得。
等一下，他应该在吃红。我剪刀吗？我其实昨天我其实昨天就找不到剪刀。养龙嘞，我跟你讲，阿福在中你就对了。加龙牙齿？不是、啊。哦，有的。我靠！嗯，不玩。啊！不要生气了，不要生气。不是啊！不要生气，我请假。哇！我不要，我不烦你，我不烦你。哦，这怎么玩？推塔就对了。嗯哼哼哼，哦，大魔大魔，闪现，快跑！我没有发射你，这很奇怪啊。以前我在那边遇到没东西，试一下。反正我去战场一次。在哪里？把他们野怪都吃掉。1200，哇，那是悟空，那真的是孙悟空哎、欸！哇，我们 ace 了耶！赢了，我都在赢了，不得轻敌的，赢了哎！打吧，掉，战绩是多少？你猜啊？我好像看到有十杠。哎、欸，好了，3-158，哎，好扯哦！你想亲我一下？你又不乖。哦，亲一下啦。哦，好啊，快点！哇，嗯，你看你脸颊，为什么？你看啊，你自己看啊。好妙。小屁股，小屁股，好臭！哎，你在臭。